得到真正的受用。啊，常生欢喜心啊，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了。啊，这一门学问真有用啊！啊，带给我们一生真实圆满的幸福。啊，如果要不学佛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不善的人多，我们跟他交往，处处吃亏，你天天受气呀，天天受气，头一个损失，你身体坏掉了，不是，气出病出来了。啊，你们看澳洲土人啊，在那个旷野声音里面呢，英国一个女医生报道的啊，她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啊报道的，他们说的话有道理啊，她看到他们治病啊，他们观念当中，人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，真的，一个人是许许多多众生生命的共同体啊！这个土著人里面有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到那个悬崖下面去了啊，20多公尺摔下去，腿摔断了，骨折了啊，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，叫他躺在这个地上，骨折非常严重啊，那个这的骨头都跑出来了，一身都是血啊，土著的医生放下来之后给他治疗啊，怎么治疗法呢？就像按摩一样啊，这样子慢慢给他按摩，但是手呢没有贴到他的身体啊，他受伤的那只腿啊还距离很远，这是按摩啊，没有挨到他的这个身体啊，一面按摩一面讲话啊，讲话的时候说的语调非常好听，像唱歌一样啊。这个医生问他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他给这个骨头，给了受伤的骨头，受伤那个部位的细胞跟他们沟通，跟他们讲话啊，希望他们的时候合作恢复正常，这是我们这是神奇啊。